可是说让咱俩开场先进去，他得等一会儿。小孩才吃爆米花呢。你跟穆森的关系还是挺好的。嗯，合作伙伴呀，还是朋友。我看他对你有意思吧？有吗？没看出来啊。那天还带着你去吃饭。某些人不是也厚着脸皮去的吗？吃醋了？没有。没有。真没有。咱们先进去吧，等他来了之后我去接他。嗯。工作室有点事儿，你俩看吧，别等我啦。哥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你要主动。啊？嗯？你刚刚说什么了？嗯？我还以为你跟我说话呢。